台湾人应该看台检测器应该 OK 吧？干你俩要看台击败啊！哎呀他妈的！哎呀，你还敢解摔？你还敢解摔？抱歉，啊不了，抱歉啊，我出错了，走走。哎这台湾老商我不认识，蛮高分的耶，29000算蛮高分的台湾老商。台湾老商就给我尊重，尊重点，看到优洛尊重点。哎，对不起，哎 ，OK， 你还敢厚厚啊？你还敢按重手？你还敢解摔？哈！哎，我其实不想打晕的，哇，我不想打晕的。但是好像生死者吗？哎、欸、，OK， 血量刚刚好。哎、欸，台湾的高分意外的蛮多的、欸，30000分，意外的蛮多的。中手，哎呦，干嘛干嘛？你还敢？抱歉，还以为还会中脚，这时候就二折了，不应该出这个。打老三好像不应该出这种，不应该用这个东西压起身。哎呦，中手插盒。会不会 V 闪了你啊？你跳三小，你还敢解摔？哎，抱歉，中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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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你娘！中手，哎呦，这个人，哎，中手，他怕被我中手插盒是不是？中手，你跳屁啊！中手，你中手一下，拜托！哎，我、哎，你现在才中手，这台湾人应该看台检测器应该 OK 吧？干你鸟看才击败啊！哎呀他妈的，好了，六六直接凹绝招了。嗯，你还敢出亲手啊？抱歉没有。嗯，干以后看到 ID 是台湾人，感觉不要打背好了。妈的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很烦。看到 ID 是台湾人，不要打背了。那看台检测器让人怒，这个偷看台啊，小贱人啊！有了，哎，哎呀，你还敢解摔？你还敢解摔？抱歉，啊，不了，抱歉，我出错了，走，哎，哎，这个就会被去干你俩好险，玩 ，reset 没有 ，OK， 不 reset 也好，不 reset 也好 ，reset 比较麻烦一点点，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点危险，啊，没事，给你出摔，你按我吗？干你老师嘞，这个血量该还没死吗？哎呀，都是刚有人密我啊！我一看谁，石油王他妈密屁啊！好好，没事啊，他把我问东西啊，哈，饶他一命啊，让人怒啊！好，认真了啊！刚是石油王密我才输的，刚是石油王密我才输的，他在美国，原谅他，认真了啊！不嬉笑怒骂模式啊，还敢在美国偷偷密人啊，好，认真了啊！认真了啊！刚要不是被那个密了一下，我的绝招早就跳起来了。啊！中手啊！你的架！我跟你讲，这场他妈的92秒开始解决你！你再来嘛！你再来！你再来嘛！跳吗？跳吗？啊！どうした？你还敢来呢？好了，饶你一命啊！中手！OK， 中手！干你娘！我应该后退的，我怕他中脚。来了，认真啦！你还敢不接？你还敢按啊？哎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他应该会反凹吧？嗯，这个登极器就好了，他应该会 V 反吧？嗯 ，OK， 我知道。跳吗？中手吗？他感觉不会动，靠背。OK， 这个人跳吗？中手吗？跳吗？中手吗？跳吗？中手吗？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龟，你在那边龟什么？你在那边龟什么？赢啦！你在那边龟什么？你在那边龟什么？你在那边。怎么不解摔啊？我想要你在那边解摔什么？哎呀，他妈的都讲好了，他
他妈的不配合演出，那你死定了！你还敢凹绝招？啊，不，对不起，我先出去了。哎哎，中手嘛，中脚。哎、欸，你不敢凹绝招的，你不敢凹绝招的，你不敢凹。中手，我知道，我应该用铁山靠的，好像赢了。铁山靠好像赢了。我操！没事，哎，没事啊 ，OK， 来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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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！一直接过去盖头 ，OK， 哎呀，血量没的时候就是你最容易松懈的时候啊，血量没的时候就是你最容易松懈的时候啊 ，OK 吧？好了，我的老伤打的确实还算有点东西啊，台湾的老伤不知道是谁，确实算是有点东西的，他的力回。满分十分的话，应该有个四分吧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不错的，算是不错。哎、欸，我是下风脚啊，你敢吗 ？OK， 你会跳吗？会跳吗？哎呀，你不敢解了啦，我只嗯，哎、欸，你不敢解了啦，嗯，你不敢解了啦。花一颗七，你死了，好像要花两颗七，那就花吧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死掉了。这个没死掉，他妈丢脸！我还想说我要省资源啊，这个没死掉我就丢脸了，好不呢？这个老伤确实算有点东西的，以台湾人水平来说，嘿，动手。不过在我面前还是太嫩了，在我面前还是太嫩了，这个应该会解摔啊他，他没有，应该不会解，这应该不会解。那你小笨狗，你害我好丢脸！哎、欸，我是后后一次而已，其实我是后后一次而已，这好像是负的。一个退个康石啊，那超 A reset OK， 他不 reset， 其实正常来讲这时候都会 reset 的，他应该不会凹吧？啊不呢，解摔了，你死了，你再解，你再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你还会按重手吗？重我在这方等重手重脚，我直接杀不过一盖头，感觉会赢的，他感觉会解摔这个人，你们有没有想法？你的弱点，你的原因就是把你的弱点暴露出来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排名会比统神第一名啊，杀，认真，我好累个，すべてを見せる，第二时间后后，赢了。赢了，黄高。这不是负的吗？为什么都这样敢按？我是要故意打一个延迟，我是要故意打一个延迟康的。这个人在干嘛？哈？为什么那个下盾挡住不是负二？他们为什么不敢按了？我那个延迟康反而被他们数点打，他们是以为我不知道那是负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没有溜到。不要，可能会跳，可能会凹。这边延迟点。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他方向了，运气不错，干你娘，运气不错，你还跳啊，你还跳啊，赛制好像不太凹的。靠腰，我看到跳来不及，我看到跳被吸了。
敢 VB 回来呀、啊？你还敢 VB 回来呀、啊，小子？嗯，都是的 ，V 反了 ，VB 哦 ，OK。哎呀 ，VB 回来就死了不是？我刚那一瞬间，我其实知道他可能会 V 闪的，但是我想说，你不要放过那个折的机会，你宁愿让他 V 闪，也不要让他 V 反，也不要让他那个，啊，这个就没办法，他怕输，那畏惧了，那也没办法。